哇，今天算是有全员到齐吗？没有，全员到齐。但是今天人还来好多人呢。人很多，来很多，可是还是没有那么多人。我表妹没有来啊。你表妹是？哦，赖明伟是你表妹。对啊，雌雄同体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五位还是很多啦。但是有几位是第一次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没有看过他们。对啊。在百分百。对，还蛮特别的。哇，今天人好多。哇塞，人怎么这么多啊？ 哇，你是没看过那么多人噻，很久没看到那么多人，装作一副没看过那么多人，你就你不懂我的感觉，什么感觉？你代班都没有那么多人，你代班因为人很少，所以一个人主持。好，首先要欢迎星光二班带来的歌曲，叫做是《你们是我的星光》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Hello， 哈喽，大家好。没经过碰撞，火花该怎么绽放？被击倒之前出现的是你肩膀。 今天这个男的，不错，来跟大家讲一下吧，讲一下专辑。大家好，OK 的有声音的，这边不是 KTV， 所以他这个以为是有A口说好的。大家看到小鬼哥手上这个东西，就是我们在3月14号推出了《你们是我的星光》星光灿烂纪念传奇分享纪念盘，推出。那而且我们还有那个活动。 活动，太快讲活动了啦！你们结束了吗？我结束了。各位小朋友，而且是我们活动，随便乱指就有人帮你讲，对不对？有。不是，那这里是那个晚一点，这个里面有没有送什么东西？对啊，这里面送了什么？要跟大家说一下。部分，对，来来来，有什么东西要送给大家的？冰箱。哇，扑克牌，大型的，没有啦。没有，那个就是卡。 我们每个人的那个签名歌词卡，对，哇，好棒哦！就每个人的照片，然后后面是歌词，后面是歌词，对，还有送我们的 MV， 完整的《你们是我的星光》的MV，还有电影票折价券，哇，然后还有收录另外5首。 星光二班的之前未收录的单曲，对，好多东西，很棒，这样的超值，加量不加价。有自己的那个 solo 的 MV 吗？可能要自己出钱，就把别人剪掉，可能要自己出钱拍哦，就把别人剪掉这样子。哦，没有这个哦，没有，东西还蛮超值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东西送的东西很多，对啊，一定要支持一下啦。对啊，而且东西都超大的，而且照片都这么大，那歌词这么大，照片很大一张哎。 真的，很特别，但今天应该要跟大家一起玩，你们心情会不会很紧张？是算第一次跟歌迷一起玩那个近距离的游戏吗？对，第一次啊！我刚刚在后台看到他们在玩，就玩我们那个金马喜花泰那个百分百，超难的啦！我刚刚不知道听到我们哪一个人说，就为了一个节目把我们搞疯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把我们搞疯了，为什么？谁啊？会很难吗？他在后台吼叫，是英文，这是英文啊 ，What time？你不是在国外留学过吗？我也是，我曾经在洛杉矶跟 LA 来回跑两遍，两遍，对啊，去两天而已，去两天。
重点是这个拳啊，你们自己就是在电视上没有看过吗？我有看过。你有看过，嗯、所以你会了，对不对？还可以，还好。是有在结巴的，他不敢呛瞎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可能以为自己很厉害，可不敢讲。哦。哎呦。对啊，你干嘛拿麦克风？我哪有？还是收到音哦。你们，我哪有？我哪有？是不是？因为在想说今天跟歌迷互动啊，不要太厉害。哦，对，对对对对，这是有概念。让哦，这么厉害，你要帮歌迷谋什么福利？福利，你变聪明了，不错了，真的。好，那专辑呢，先放一边，活动结束再讲。没错，所以呢，马上进行的是粉丝福利社。好，粉丝福利社这个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在跟歌迷玩游戏之前呢，要先玩一个拳，这拳呢叫做是百分百拳。大家刚放完寒假，那个精神气势要拿出来了，好不好？游戏规则大家应该都忘记了吧，对不对？忘记了吗？回答我。忘记了吗？那但是我们再复习一次好不好？预备起，金马喜花台，来，金马喜花台，肯纳炸荤来，阿飞来，肯纳炸荤来，go to 吃鸡饭来， go to 吃鸡饭来，金马喜花台来，金马喜花台，肯纳炸荤来，肯纳炸荤来，go to 吃鸡饭啊，go to 吃鸡饭。来呀！金马喜花台，金马喜花台，肯纳炸荤来，肯纳炸荤来，嘿，高处吃鸡饭啊，高处吃鸡饭，特别的好，表现很好。他本来就算是比较避俗的那种，对，害羞害羞型。之前录那个，他害羞到录自己的单歌都不敢看镜头，对，侧面看上面。然后帮朋友录那个好友的话有没有？他不讲话，站在旁边。太害羞了，害羞，尽在不言中。但是在玩这个游戏之前呢，要先再跟他打加加一次。怎么想？我刚才看完这样。在讲什么？再跟大家再讲一次，就是啊，来回的时候呢，不能同时发生。没错，就你出声，我不出声，我出声的怎么样？所以你不出声，对。好，游戏规则就这么简单了。是的。有请第一位歌迷，请出列。来，换你来喊，换你能讲不可能。干嘛笑成这样？哦，衣服是三本药师哎哈，三本药师哎，很重哦。药型哦，来，请问您贵姓？叫大便。你叫大便？叫大便。什么？他真的叫大便？你叫什么？大便。为什么会取这么可爱的名字？赛啦！啊赛。